小时不理零零加，我们扮成酸民，一直塞他不够力。今天讲的时候，可以的话嘞，可以啊。这样表现我可以的。你自己吃。耶、yeah! ！我们即将在我们850000订阅的时候送出 iPhone 11 Pro Max， 而且是两台。你们只需要按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还有留言在下面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获得啦。如果你们要分享给你们的 IG， 就会有更高的几率得到手机啦。是的。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达林哥达达。哇，今天呢，我终于早一点来到这边了。然后我还有安排好两个，就是我的秘密伙伴，来要跟我一起弄玲玲。我今天会弄死玲玲。OK， 我先安排我的嘉宾出来 ，three two one。OK， 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很堵了，鸟啊，就是哦，我有连续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步啊，都是玲玲找你们来弄我。我已经知道是你们在弄我，可是我没有办法阻止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还是玲玲安排我们来弄。OK， 我今天就是要安排你们来跟我一起弄玲玲，然后就是24小时不理玲玲，加我们扮成酸民，一直塞他过过力，塞他啊，一直骂，一直讲他，哇，你很肥耶，你很丑耶，哦，这么像我，这么肥啊，我们就一直讲他，一直讲他 ，Oh my god， 这个 content is perfect， 如果啦 ，is perfect， 我跟你讲，如果啊，你们啊。中008那些啊，不是我们的事，是你们的事。对啊，玲玲，玲玲会对我们动手啊，他就气都很气啊，然后就打了。OK，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一直塞玲玲，一直讲他，看他到底会怎样。然后今天玲玲其实是有拍摄，你看谁帮我们抓机，就是我们的摄影师。这个摄影师啊，其实啊已经被我买通了，他今天其实是来帮玲玲拍一些工作照的，然后他被我买通了。而且玲玲今天不我拍，是因为玲玲要去拍工作照嘛。如果我先假假好像没有事情这样子先，然后我们被他发现了，我就光明正大弄他，可是他也没有办法，就是这样子。等玲玲进化的话，我再讲一次，一进化我这。没有，这就是我们两个姐。对，我们马上开始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已经要到了。然后你们要记得啊，我们跟他跟玲玲是完全没有对话，只有塞哈吧。OK， 没有对话，就只有不理他跟塞哈，没有跟他对话。所以等一下我进去按进去票了。是，所以这个要交给雨涵，你进去藏相机。OK，OK。Okay. 现在已经开始了啊，开始了啊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可以。拍摄啊！哇！做你们吵架哈？做你们？不不。这个不要讲话，你说什么？吵架哈？讲哈？吵什么？男生还会吵架吗？你还说要打王者吗？打什么王者？不是要去外拍妹子，外拍。不是哦，我叫你们来一下拍，没办法，都怎么这么四个人会起来？快去拍啊！你要拍东西，不要快去拍妹。要，我就是要，但是晒太阳还很晒吗？等一下来，你们来，你们自己坐着喽。晒不晒有什么关系？拍出来不是家。那只要谈东西。谈啊，昨天讲的时候没有废话嘞。你换了，讲话从来都没有讲过废。Hello， 要不要也送你们？算了，我们去楼上，去楼上谈。好，不要再说，你们不要走，我去楼上谈。不不像雨涵在跟你哦，你要去拍东西，你去拍，最好是快点啊，不要耽误我们时间啊。我也要你帮我拍。我不可能帮你拍，我不喜欢拍丑的东西。我拍丑的东西。走，上来，上来，没错。来，上去讲一下东西。
哇，突发事件，我再拉他们上来，因为我们有一点人才。你是我觉得我们要有更有力量一点来酸他，我们要参考一下要怎样酸他。这有点不懂要怎样下口就开口。所以你之前讲的时候很容易，可是你刚刚真正要酸的时候，刚刚真正要经历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先去参考一下那些酸民，真的认真的。我要参考，我要参考酸民。OK， 我是上网参考酸民。然后我现在叫宇航，就是带他去拍摄，就跟他先这点加钱。然后我们等下再去他的拍摄现场酸他过后的。对对对 ，OK， let's go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到玲玲拍摄的地方了，然后我们也参考一些酸人的那些，对对，真的是不容易，技巧，就要抓他衣服啊，抓他的肥不肥啊，然后一直塞他，一直酸他，攻击，我们要以一个攻击的角度，对，然后拍的照片很难看，对，啊、然后你就要酸他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是，所以他们在那边，然后转给你们看，转给不能拍，不能镜头看得到吗？看不到，他在那个墙壁后面，在那个那边有一个人，那边有一个人，啊、看到吗？那个人蹲在那边拍照啊，看到，就是他们在那边拍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走过去，就是酸他们。OK， 如果他发现了，也不要管他，不要理他就对了。OK， 先拍吧，走，下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想笑，先给我笑完先给我。来，给我看一下他拍的照片。我觉得 OK 啊，哎，这么你不会来哦？拍到这样怎样看？你自己看。你帮他拍啊，你帮他。宇航哥，你们今天拍了吗？觉得 OK 吗？我尝试看看。努力一下，要拍是就有点，你要不配，你要穿着那些，你要把丑的人拍成好看。谁说我？什么丑的人？你拍丑，最丑就是我尝试。没有出大绝招，我只是开了一点奥迪吧。我们先秋先啊，我们先走，然后等下我们再塞。然后我叫嘉乐哦，就是一边拍照一边塞啊。OK。那我今天的妆容 OK 吗？我是觉得可以尝试看看，那不用等。你的等下我看一下那构图，你的脚要出来一点点。出来。啊，你的脚要出来一点点，你看有一点短，你的脚。你的脚有一点短，就是你再伸出来多一点。可是还是很短的，我觉得你脚。还是你站直啊，你站直。站直就有点肥哎。还是你换一个角度，这边呢？这边旁边。对啊，试看一下。叫我坐下来。你试看坐下来，可以，我尝试一下。你那个书包可能那个 bag 可能放在前面一点。前面这里。OK， 我继续试看。你那个 bag 你就放旁边一点。这里。啊，再前面一点。OK， 然后。因为我觉得它。真的今天比你好看很多了，因为你整个很丑，今天那个脸就 match。嘉乐，我啊，拍看，我妈拍看，你站起来了，没有，因为你拖住你的腿太短。我腿短。最后一点点，这边。啊，你不要给嘉乐拍，你会咩？你这么难搞。OK 啊，我相信你了，来。等一下。OK， 这个构图是最美的，可是你哈，你真的太矮了，不行。可是你哪这样高，我当然矮啦！你这是做什么？啊！你们那几个人是干嘛？不要浪费时间，我先回家，就给他自己那边拍就好。等一下就去外面拍照喽。还是你们饿嘛？饿我叫外卖，现在等你们 OK 了，我们就是去拍照多一次的。你饿了的话，我吃了。你们吃饭了吗？你的身材会像他们一样喜欢吃这种肥肥的东西，快乐肥仔冰棒。我要吃，我就吃啊！反正我吃了，我减肥嘛，这么蠢呢？难怪你拍照这样丑，不是讲什么，就是这样喜欢嘴巴不要进口。你们觉得呢？他吃这种东西真的有肥掉？真的有肥掉啊？真的有肥掉。我觉得你整个人已经变形了，你的身体。不恶意，不是讲，好像要讲什么？不过你今天拍下子，你穿露肚子哦，整个那个肉跑出来。你录 video 的照片跟拍出来的照片不是不一样的，不恶意。
摆动作那边也没有现场，就而已啊。不过就是看起来就是，你看你的动作摆来摆去就讲不好。我们今天这么就算我。好像你要蹲下来还是站起来拍照也是比较不自然，因为那个肉那点顶住。就出不去啊。拿去丢掉哦，这样浪费了。你懂那种非洲难民哦，连一个鸡骨头没有吃啊，够浪费了这种人。你们又讲我肥又不给我吃，然后现在我吃好吃肉，你们又骂是什么事？浪费食物，难怪会这样肥。我屌了。我觉得会造化，就是浪费东西，以后会很惨哦。以后喝老公也会长痘痘啊什么的。对呀、啊，我给你们两脸长痘痘，这样你长完整个身体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现在去拿东西，拿外卖，不用买什么回来。好啦，今天你们辛苦我这么一整天啦，我请你们吃披萨。来，谁要吃这个东西？这样不健康，你是要我们短命死掉是吗？你们要吃没？说不定最近很喜欢买这种不健康的食物，这种吃了都会死的吗？吃了很短命的嘞，这种嘞就是。发热器，这是有一发热器，不好吃哎！不好吃你又吃，这样你不要吃啦，你放下来啦，请你吃了又多话讲。今天整天讲话这样酸，真香！哎呀，哪里买哦？这样难吃这个？你不要吃你就放下，没有人要你吃。这我觉得你定。你以为你谁哦？你要服侍，你要很够力噻。你要怎样，人家就跟你怎样是吗？这镜子前也要看好，然后这个面膜的后。我不要催你们放下啦，那你们还是要开心就梦。我定，我看你们今天一整天这样就算了，我管你气氛了，结果你们还这样，不要吃就全部放下，不要吃就不要吃。这样如果你不爽那个东西，你硬要去做什么嘞？不要吗？不要吃啊，不要吃啊，老师讲他两句啊，可不可以？不是我们讲这些不乐意的吗？这样两句我不乐意的。自己吃，给你们整天一整天，你们要在你们家。不要生气，真的生气啊！我们哎，不要拍了。他的生气好像是真的是内心的生气，是很伤心，就是伤心的那种。对不起。听我解释，其实我们今天在拍一个东西，我们拍摄的主题。对不起，听我讲话。Sorry， 你不要讲话，我讲话就讲话。对不起。其实我今天要拍的东西哦，就是我们24小时不停的当酸民来酸你，看你会有什么感觉。可是我知道这个是很难受的，不管多么亲的亲人还是家人啊朋友啊，其实这样子酸哦，都是会刺在心里，只是他不要讲，还在忍着啊。就好像酸民其实不用付出代价，你们知道吗？可是我今天哦，我这样给你们在讲啊，我已经就是能忍我则忍，然后我为了化解尴尬，然后我特地去点了东西给你们吃了，你们还这样，根本没有把我当回事，完全没有。对，只是我想说的，就是酸啊什么啊，真的会刺在心里，所以真的是很不好的示范。你这样你们的做法真的跟酸民没有差别，很像网络霸凌一个人。根本就是，你想一下，如果这一天我转换角色，是你，我讲你很肥，然后你根本很丑，你因为你整天你自己装到自己很帅这样。我今天一直讲521521521，所以我要换成520。所以我今天要传达讯息，有志者是看得出的，看得懂了。OK， 我们下个影片见。Yes， I follow you， 你没对不起。Sorry。OK， 今天我们请客帮他按摩，帮他洗脚。